幼儿园。幼儿园没玩过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狼，这里是老公。我的爱，事情是这么发展的。老狼问我周六你想吃什么，我说要不咱们吃点达美乐吧。突然间昨天达美乐给我推送九寸免费升级成十二寸，我说这天意都要让我吃达美乐。然后我俩就点了两张，出了一个新品，烤鸭的，然后煎蛋黄嫩鸡，巨好吃，薄脆。我俩能少吃点饼，减肥了。来个封面吧。哎呦呵，炒上。垫个勺吧，浅垫一下。先喝点吧，没见。老狼这瓶是珍藏吧，差着冰块就是。你这两片给我吧。这倔什么呀？烤鸭是不是有点肥呀？减肥的人就是不一样，都注意这个。我就爱吃烤鸭，你这现烤的更好吃一些。外卖的没那么酥了，这个薄底感觉有点像手抓饼。我觉得甜面酱可以再多一些，没有想象的好吃，但是挺北京烤鸭的，有那味儿了。好像是加了葱丝儿、黄瓜这些。那酱味儿对。他说刷点酱更绝。它是挺酥的，我之前是德式烤肠用的薄饼，不好吃。我感觉那饼都软塌的。我觉得那鳗鱼的加薄脆的也挺好吃。这两张能炫吗？没什么饼。这烤鸭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十二寸的给的还挺多，我感觉这个都比那九寸的鸡块大。我觉得牛肉土豆的。可能我还吃肉，其实我吃的还快，还点您会呀？怎么感觉会翻车呢？就你感觉，一定会翻。干嘛呀？这一手没奶滋。鲜虾咸蛋黄嫩鸡披萨，假这名背的真熟啊，没少点。我每次都会给身边的人安利，除了老公以外，因为我不需要他安利。老公吃的比我还多，你待会。他鸡块还撒了一个什么蛋黄酱？咸蛋黄，烤的焦焦的外边。咸蛋黄味道其实不是很浓，但是它的有股黑胡椒味儿的鸡块。双层背响，绝！但我觉得咸蛋黄嫩鸡的啊，吃多会有点腻，和沙拉酱比较多。我每次点那个厚的，我倒觉得不是很腻，挺香的。我是一个更喜欢吃面食的人，所以我每次都点厚一点。我还有一块呢，说着意犹未尽呢，还没吃两口。得亏我跟他要番茄酱，还得是您呀，知道我好这口，还真不知道。我没跟人家吃番茄酱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它清爽一些。我觉得还是店里吃更香啊，可能没那么热乎了，跟你外卖其实不太一样。不过吃达美乐，我俩一直都是点外卖比较多。好了吧啊。不是没什么感觉呀、翻译你的私教。谢谢了。不是他刚说完我饮食挺干净。浅浅一个烤鸭吧，在光盘行动从我俩做起了。这都你的黄瓜。哎，这肉有点多。不，我这黄瓜有点多。把肉弄走。没事，吃吧吃吧，把肉弄走。我这三块弄走。四块一二。我要十块。我拿一块，笑死了！哎呦，带走了一块，你又少了吧？你们比较推荐达美乐的什么披萨呢？每次必问。他们家最近出了好多新品，冬阴功、绿咖喱，那看着也还行，但感觉没什么料。
我觉得薄脆就十分钟吃料多的。对，所以我每回这都点薄脆的，但是今天吃两张十二吃的真可怕呀，薄脆啊。烤鸭皮就不脆了，虽然能看出是烤的，我感觉吃不太出皮肥来。嗯，再加上葱跟黄瓜有点那意思啊。真能吃，真能吃。吃一张吧。对了对了，我是扣上了，我谢谢。都给你分好，谢谢。哎哎，走了走了。给大家表演一睡觉，演睡觉，有点脑子不清醒。睡觉。就上原来老公枕着我这胳膊能睡两年空。爱了爱了，我就没睡过这么舒服的枕头，柔软且冰凉，夏天睡觉利器呀。他得给我把袖子摞上去，他这薄脆的就是给贴的不太好，就适合整张选。嗯，你撑吗？不撑，我也不撑，废了。我感觉胃越来越辣了。就是问大家，正常女生吃一张十二寸的什么感觉？像我一样吗？一点都不撑。它咸蛋黄的好吃，它是那种咸甜组合的。这边老公打算给大家分享一个高马尾教程，记得看到最后。很难讲，我觉得大家得剩点。看着这两个空纸板，你们有什么感想？说实话，我也是惊了，我也是惊了。我现在一点都不撑，太不撑了。我说要不要买点小吃什么的，然后老公说不用，我说也是，毕竟两张十二寸的。别毕竟了吧。OK， 完美结束，收官完了。吃完我就有点后悔了，我感觉最近你看我你看我最近皮肤是不是差了很多，最近吃高热量高糖的东西太多了。那这边建议你试一下谷雨新升级的美白奶罐，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用的，就是很适合经常熬夜呀、或者吃什么高糖高热量的人群，就能很好的改善你皮肤暗沉发黄还有痘印的问题。这不是咱之前用过那款吗？我现在化妆台上还有那旧的。牛。但是这个新升级了，这是他们有给我寄的新款的，说是里边那个核心成分光甘草定升级到了93%，很温和，但效果比 VC 要强。哇、这不冰激凌吗？你们看看啊，还挺舒服的，很轻薄，很好推开，像我这种油皮就是用着挺清爽的，也不觉得黏腻。我现在用这升级版的用了一个多月，真的觉得皮肤就是透亮了。有没有种草到呀？我正好那旧的用完了，准备买个新的，这回可以直接试这新版的。升级版可得回家好好试试。总之，这种温和不刺激的美白面霜我真的很爱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。good， 咱俩一会儿也得出去呢，正好之前答应大家的，老公给大家出去高马尾，高马尾高米尾教程。我也学学，我现场学，你们镜头前面学。咱们需要准备两根皮筋，哎，为什么呢？两根绑一块更牢固一些了。为什么呢？头发多。咱们镜头转向，就是先用手，哎，重点就只用手，不要用你的梳子。我刀一个高高的，不用着急，不用担心啊，一会儿咱们都会好看。哎，皮筋绑三样。哎，发现你很秃，哎，你很秃。然后先把前面的碎发多垫一些，多垫一些。把这块，哎，这块盖住。你不行的那块发线粉啊，就特别高，就梳在那个脑袋最尖的那个疙瘩。重点来了啊！然后呢，我之后再绑一根皮筋，这支撑力就会好一些。支撑高，今儿用你的两个大拇指，哎，
是这样，往上推推你的后侧，推完了呢，你像现在就相当于它这个马尾从这样变成这样了，这不推起来，推起来之后呢，还没结束，取你马尾的上半段，然后你分成两半，蹬蹬蹬蹬，重点上半段，哎，上半段一蹬，你看，哎，贼高贼高贼高，美式甜心就是你，一蹬呢就两边这块就哎就收进去了。现在你可以调整一下你的脑型，这儿不动啊，这块的皮筋儿不动，用这个手哎往前拉一点，拉一点，把你的颅顶拉高，哎，美。美死了，美死了，美了，美了，爱了，爱了，睡了，睡了，晚安了，友友们。哎，这碎发，哎，遮脸神器啊，一定要多蹬一下。建议大家先用那个蛋卷夹，就是那个波浪的，给头发夹炸，夹蓬松了，然后你再梳，你的马尾呢就会很多，量很大。我学会了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哎，会了，会了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一键三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